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SK 汉语课堂，我是陈丽。今天我们一起说说这房子家具权，来看我们要学习的词语 vocabulary。个，个，导游，导游，集合，集合，京剧，京剧，座位，座位。联系，联系，报名，报名，家具，家具，并且，并且，价格，价格，值得，值得，考虑，考虑，值得考虑，难道，难道，严重，严重，擦。擦，恐怕，恐怕。Okay, let's learn some words and grammar points more. 个 means each. 例如 for example, 各位、各地、各国、各家。我姓李，是各位的导游。各国有各国的习惯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话。Let's read the first passage. 我姓李，是各位的导游。这是大家的护照和房卡。护照 passport， 房卡 room card。放下行李后，行李 luggage， 请到这里集合。我们一会儿去吃饭。晚上有京剧。座位要提前联系。提前联系 ,contact in advance。想看的现在报名。我姓李，是各位的导游。这是大家的护照和房卡。放下行李后，请到这里集合，我们一会儿去吃饭。晚上有京剧，座位要提前联系。想看的现在报名。现在试试回答这些问题。Now t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s. 放下行李后，大家应该做什么？到这里集合。导游让大家报名去看什么？京剧。我们再来学习一个语言点。Now the grammar points of the second passage. 并且。这房子家具全，电视、空调、冰箱都有，并且都很新。公园里有一种树，它开的花比一般的花大很多，并且花期特别长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段话。Let's read the second passage. 这房子家具全，电视、空调、冰箱都有，并且都很新。空调 air conditioning， 冰箱 refrigerator， 离火车站也很近，交通方便，交通 transportation。离您公司也不远，您可以坐公共汽车，甚至可以骑自行车上班，把身体也锻炼了。Doing exercises by the way， 价格也比较便宜，真的
很值得考虑。You really should think about it. 这房子家具全，电视、空调、冰箱都有，并且都很新。离火车站也很近，交通方便，离您公司也不远。您可以坐公共汽车，甚至可以骑自行车上班。把身体也锻炼了，价格也比较便宜，真的很值得考虑。请你来回答这个问题，为什么这房子值得考虑？家具很全，并且很新。交通方便，价格比较便宜。现在让我们来听一段对话。Now let's listen to a dialogue. 先看问题。Let's look at the question first.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？ A. 撞车了。 B. 超速了。 C. 发烧了。 D. 住院了。带着问题，我们开始听。Now try to listen with the question.你不是两点就出发了？难道路上花了两个多小时？我半路上跟另一辆车撞了，刚才把车送去修了。撞得严重吗？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没事，不严重，就是把车门擦坏了，但恐怕一星期都不能开车了。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？让我们来看看对话里的难句。Let's read some difficult sentences in the dialogue. 你不是两点就出发了？难道路上花了两个多小时？难道导游没提醒你出发时间改了？他肯定提醒过大家。恐怕一星期都不能开车了。恐怕 be afraid of. 你现在才报名，恐怕太晚了。好，让我们再听一遍。Please listen again. 你不是两点就出发了？难道路上花了两个多小时？我半路上跟另一辆车撞了，刚才把车送去修了。撞得严重吗？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没事，不严重，就是把车门擦坏了，但恐怕一星期都不能开车了。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？现在请你试试回答这个问题。 Now t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.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？撞车了。好，我们复习一下。个，导游，集合，京剧，座位，联系，报名，家具，并且，价格。值得考虑，难道，严重，擦，恐怕。我们都希望住在舒服的房子里，你觉得什么样的房子值得考虑买？ Try to use the new words as much as possible. 再见，下次课见，加油。